晚上来这边吃点夜宵，吃个火锅儿，喝点炸皮，还是蛮安逸哈。看那边一闪一闪的是海底捞的星空屋，也可以坐在里面吃火锅儿。明白。下午踢了一场比赛。哎呀，我们点球输了，太原七季足球联赛。我们嘉禾对阵红色队服，这是我们龙城友谊。输了输了。哎呀，输了输了。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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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午比赛最后时刻，点球大战输给对手了。哎呀，好郁闷。哎，不说了，晚上来这边吃一个户外海底捞火锅，喝点扎啤。海底捞越来越会玩了，看上面单独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星空屋，这边是门店，可以进去吃火锅，外面也可以坐着吃。走进去看一看。哦，这个氛围感还是真不错啊。啊，这是顾客在星空屋里面吃火锅。哇，五六个人没问题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在这边。中场的在哪儿呢？啊，来带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环境。啊，这里外面坐着可以吃小龙虾、吃火锅、喝扎啤，晚上看很适合家人带着孩子过来啊。画片有个大屏幕。这是杨林芳，你就负责这个海底捞户外是吧？对，是的，户外我也负责，上面我也负责。到时候如果有顾客过来想要找我的话，随时可以过来联系我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么多西瓜呀！这边小哥正在耍面。这咱们的茶水库也是比较有特色、有亮点的一个饮料，就是顾客想要什么饮料，咱们都可以在这边进行选取。好，包括一些有优惠政策的呀。咱们都可以，你包括您看这边，这不是最近比较新上的什么加糖公主酸奶呀、香芒椰椰呀，这些都是最近比较新上的，而且正得顾客的喜欢，尤其是女士。待会儿来个这个啊。嗯，可以的。好。晚上踢完球，和几个队友在这个星空聚一下。来，我队友老邵啊，不用多介绍了。来，小强。健身吗？啊，这是本地生活博主欣欣。Hello。Hello。好，咱们点了一个鸳鸯锅，来海底捞还可以吃小龙虾。我们先上了一份麻辣小龙虾，待会儿再上一份蒜蓉的。这是他家一个新品在逃公主蒜奶，大家喝过没有？蒜蓉小龙虾。哦，我们点的蒜蓉小龙虾，点击率还是蛮多的，蛮高的。嗯，好嘞。嗯，来，我们又点的扎啤，这个是青岛原浆。来，老赵干一个，来，干踢完球。你每次跟我出去探店吃饭都不喝啤酒，今天怎么破例了？这个啤酒特别醇香。醇香，这个浓浓的麦芽香味。这个环境是不是？来呀，这肉质不错啊。营业时间就是到凌晨两点还是三点？哎呀，三点。那我们要上一天下午四点到凌晨两点。对，是的，都可以的。但老邵喝酒了，不能开。小强说能开车，结果不敢开，试了半天。我们准备叫个代驾。你是不是叫啊？他这个海底捞是在太原小店区万科城。这边一个威盟会商场，在这个商场三楼，看那上面还能看见星空屋。这一块是徐坦东京，我记得对面是许溪村。